今天我们来谈两个网络的资讯。第一个就是微软的计划退休网站。这个网站有个好处，就是你依据你现在的年龄、你的收入，还有你计划几岁退休，退休的时候有多少钱可以花，那这样子就可以算出你每年应该要存多少钱。还有一个新的投资教育脸书，里面有一些投资教育的文章，值得大家去参考。我们在 YouTube 的下面会有这两个网站的连结，大家可以参考。好，我们就先到微软的退休计划网站。这就是投资教育网站，大家可以进去按喜欢，还有following， 就是你可以当有新的文章 po 上去的时候，你就会收到通知。退休的网站这里很简单，你就看你一年收入多少。我们先以美国的年轻人来算，假设你年薪，我们算一下，75000块，那你现在的存款，可能年轻人现在刚毕业，存款不多，10000块吧，10000。那退休的时候想要有多少钱可以花？我依据在美国，像在旧金山这边，一年应该要有10万，个十百千万10万可以花才够。那这个年轻人假设是25岁，那几岁退休呢？我们先用正常的状况，65岁退休。那希望能够活到几岁？现在人的生命其实都蛮长的，我们以保守就用100岁算。再来是投资回报率，我们都用 SP500 的投资回报率 10% 来算。退休后，退休前都用 10% 算。好，所以我们这样一个状况，先来试算一下，这位年轻人每年应该存多少才能退休？每年要存，只要存1156块就可以退休了。你看，1150块。可是大家要注意哈，这个你存1156块，那最后到100岁的时候，你是钱全部花光，等于就是说，你若活到101岁，那最后那一年是没有钱可以花的。所以这是虽然是很不错，可是它会有一个状况，就是你如果活超过你预计的年龄，你可能会没钱花，了解了吗？所以我们需要保守，就是说你不能只有存1156块，你存1156块，你如果活超过100岁以上，你是没钱花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看看这个 schedule， 就是说，你看哈，他这个到100岁的时候，哦，存款变零。那我们之前有提到，就是说，你退休的花费，退休那个时候你的花费乘以25，就是你需要的资金。所以呢，我们虽然说用10万块一年可以花费，我们把它改成25万，等于就是说多一点保障，就是钱永远花不完。那你用25万来算年开销，这样子的话，你一年要存多少？要存4425块，其实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是不难的。
所以你到了退休65岁那年，你将近有240万。240万呢，每年可以花25万。虽然你不用花到25万，你只要花10万。那你如果这样子的资金的话，那你是钱是永远花不完的，因为每年会赚24万，你只花10万，那这样本金就永远花不完。好，那有的人说，哦，那我要提早退休。那如果要说提早到50岁退休，那每年应该存多少呢？那要存24000，对一般人来说就有点辛苦了啊，就有点辛苦了。所以呢，这里面大家可以去修改。那你如果要提早退休，那你就得多花多存很多钱啊，原本4000多块就可以了，你为提早15年退休，你就要每年多20000块。那如果有些人不是25岁，他如果是现在已经35岁了，你看太晚投资了，那他一计算，哦，他每年要存76000，那根本不可能啊，你不可能 不可能在50岁退休了 ，OK？ 所以呢，可是35岁的人可能有一点存款，那他可能有个十百千万十万，有10万，那已经有10万了哈，那看一下，哦，那他只要6000-64000，可是还是不可能，所以。35岁的人，他的薪水应该不是7万，他应该有12万，个十百千万12万美金年，哦，那这样子。可是你收入多少不重要，是你要存多少，所以这个收入不会影响你的每年要提的退休金存款，只是他这个 percentage 你要存54%都要拿去退休，所以。这样不太实际，所以呢，变成你不可能50岁退休，55岁退休看看可不可能？3万，你如果每年存3万，你就有机会55岁退休。所以这里可以学到一件事情，就是25岁开始做投资计划的人，你看他只要存4300，你晚10年。你晚10年做投资计划，那就非常辛苦，就要3万，从4000到3万，将近要7倍。所以年轻人要记得，越早投资对自己退休越好，你越晚就会越辛苦。好，那我们假设用台湾的。台湾人年轻人小朋友3万月薪3万台币，一年差不多36万，我们有40万，个十百千万10万，40万一年。那现在有没有存款？先说好了，先有10万，个十百千万10万的台币。那退休每年希望有100万可以花，100万可以花。那现在年龄我们用25岁，就是刚毕业。那希望一样65岁退休，一样活到100岁。回报率10:10，那我们要计算哦，你每年要存11500块就可以退休了。可是呢，这样子的退休就是到100岁，你钱都会花光，会花光。所以我们为了保守，我们一年不能只花100万，我们要花250万。如果一年花250万，那当然就有钱会永远花不完啊，这样比较安心哈。那就一样，65岁退休，25岁开始存投资，存退休金。那要存每年要存44000，也还好，也还好。对年轻人，每年44000，每年44000的话，一个月要存多少？
看一下这边有什么，这个不是计算机，这里有计算机拉出来。我们看个十百千万四万四除以十二个月，每个月只要三千六就有啦、哦、所以台湾的年轻人每个月只要存三千六，你退休到六十五岁退休就没问题了哈。那如果你晚要提早退休，五十岁就要退休，那你一年要存多少？哦，那要存24万，那一个月要存2万，这就很努力了哈。好，所以呢，你如果是不是25岁开始存，你现在已经都30岁了，35岁了。那怎么办？那你如果还要50岁退休，那你算一下，你一年要存76万，哎，那这样子是不可能。你年薪才40万哈，35岁的人可能年薪有100万，一样的哈。你的退休金还是要存76万，你几乎76%都要拿去存退休金，所以不可能50岁退休。所以35岁开始准备退休的人，要50岁退休其实是困难度蛮高的。所以你只要65岁退休，你每年存13万，一个月存1万，maybe 有机会。那你如果说可以存到2万，那我们看60岁的时候退休有没有机会？